嗨，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和推荐一款超棒的可以做园艺花镜装饰的球茎草本花卉大花葱 Allium giganteum。 大花葱也叫硕葱、吉安花、百合科，是多年生球茎草本，葱属根鳞茎肉质有葱味，花朵巨大，故而中文得名大花葱，它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花期通常从五月至六月末，也就是郁金香花败后，就轮到它隆重登场了。大花葱和葱花很容易让人混淆视听，不熟悉的花友常常把它称呼为大葱花，其实不然，它们虽同属但不同科，大花葱是百合科，葱花是石蒜科，都是葱属。无论是叶片还是花朵，又或是植株大小，都完全的不同。大花葱品种多达几百个，韭菜也是花葱的品种之一。我的园中种植了好几个品种，颜色分类上无非就是白色和紫色两种。最常见的大花葱就是紫色轰动，开得轰轰烈烈，颜色最深的就是这种。大花葱在花茎种植中独特的生长特性，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每根独立粗壮的花杆支撑着顶端巨大的花球，每个花球由几百个小花朵组成，像棒棒糖一样在花丛中脱颖而出。盛花期时非常的热闹，细长的叶片一点也不张扬，花开时还是蜜蜂的最爱。白色的大花葱花球小，花朵紧致，直立性极强，它的花杆巨长的，株高有时可以达到1.3米左右。白色大花葱球茎繁殖很慢，所以价格是大花葱里相对贵一些的。而球王呢，是其中最霸气独一无二的大花葱，每个花球直径可达20多厘米，滴灌幅主干高约50厘米，粗壮肥大。当所有的花瓣完全的张开时，甚至有些花球跟足球般大小，超级巨大的。价格呢就适中，而另一款呢就是普通型的，花球如拳头般大小，这种价格最便宜，因为它繁殖很快。这就是日常中最常见的品种紫色轰动。球茎花卉最佳的种植时间通常是在秋末初冬时。大花葱如其他球茎花卉、郁金香、风信子、藏红花、水仙花等等，它们都是需要春化后才会有花看的植物。所以南方地区种植就不是很适合。如果想看花，花后挖出茎块，放入冰箱1至2个月后重新买种，需要受冻后才可以刺激花芽分化。通常球茎花卉种植土壤要求上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不要因为积水而造成闷根烂根。所以选择疏松透气排水性能好的土壤，在混合沙质土占比高的会更适宜。可我种植的大花葱呢，简直就是随心所欲的埋种，想种哪就种哪，无所谓什么样的土壤机制。它们的长势不但没让人忧心，反而跟月季种植在一块的大花葱享受了月季的同等待遇，长势凶猛，有点泛滥成灾。为了不造成月季花坛中过度的拥挤，不得不提早把它们挖出来，秋冬后重新调整，重新埋种。
至于大花葱需不需要每年挖出来，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大花葱属于一款低维护、易种植、年年开花的懒人花，日常养护中只需注意不要过多的浇水，以避免叶片提早发黄枯烂，影响后期生长。大花葱的繁殖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种子播种，另一种是分株繁殖。至于播种呢，试过后就知道了，它的生长速度极慢，而且呢还要有种六合彩的心理准备，因为发不发芽一切看天命哦。并不是每颗种子播种后都会发芽的，它的出芽率极低，哪怕成功育出的苗没有等上个把年头，根本不可能有花赏。所以它最佳的繁殖方法呢，就是分株繁殖，通常头一年埋下，第二年就会有花。球茎繁殖分化的时间通常是在花期至花败这段时间完成。如果你想让你的大花葱能分化出更多的紫球茎，那么不要像我这样在花球还没有自然干枯时就提早的挖出。今年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它们长得实在太旺盛了，影响到了我的月季生长，而且我也不需要这么多的紫球茎，够了够了。这些葱属类的球花，包括葱花还有韭菜花，都可以做插花和干花长期保存，当颜色自然褪去后，甚至可以喷上自己喜爱的颜色。那么挖出的球茎块该如何的安全的避下，如何的保存呢？首先放置在全黑、空气流通凉爽的地方最重要，可以用报纸包、纸箱装，或者像我这样敞开式的，只要不让它闷坏就可以了。每两周别忘了喷许少量的水分，以保持湿润，避免干枯坏死。了解了大花葱的各种生长习性后，你是否也会喜欢上它呢？如果你也喜欢上，那么别忘了今年秋末入冬时跟着我一起埋种。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呢，请记得点赞支持并订阅我的频道，一起开心种花养花，下期再见了，谢谢。